好，谢谢谢谢。你看他的爱心。现在呢，孟多要表演如何在三分钟之内吞掉八个甜甜圈。我会死。然后不能喝水。我会死。哎、欸，你有跟你的粉丝朋友们讲说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能喝水吗？哎呦，有，因为那个现在要干了、啊，对，多水，要给他干，对。哦，最爱吃的，是不是？而且呢，这个呢，吃起来呢，嘴巴都真的很干，真的很干，会越吃越干。哦，好吃，是不是？多好。可是现在是很难吞的、啊，可以的。对，因为分享给粉丝朋友们，就是现在最后的这个距离上台前的阶段呢，是真的要忍住不能喝水。对，我真的很难吞，纯粹只能够吃碳水，你要冲碳的东西。我师兄来突然有力，我刚刚就本来就这样子，然后看到我都勃起了，就瞬间又勃起了，瞬间就勃起，充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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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应该报警的报警，来来来，勃起，这个就男人的勃起，对，而且光是聊天而已就可以勃起，师兄，我相信这个爱是非常不一样的，对，是不一样，而且毕竟呢，两个人都过40岁了，这不是这么一件这么容易的事情，我们加起来是真的是80岁，真的。你说 L B B 吗？对啊，要啊，比啦，比一下啦。有啊有啊，我就这一路这样 hold 下去，hold 到那个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他呢这句话呢，去年的馆长杯的那题 I B B 就讲的一模一样。对，害我玩那个上个月快死了。哎、欸，你不觉得这个很 motivated 吗？我们还有三支练腿影片，不是吗？啊，对吼。哦，对啊，对吼，对啊。对对，你知道，你的粉丝都还跑来我这边问，我说，哎、欸，你到底什么时候要跟孟多派对的影片？我说，他妈的，他现在在比赛，你是挑拨，我现在是能够吵他吗？等他比完嘛，好不好？我今天呢，就是吃了那个 Jeffrey 的所有的，就是这个不难讲啊，就是他比较特别的专业的吃法，全部都吃完之后以外，刚刚吃李贝旭给我的甜甜圈，然后另外这个 Eason。那个 Fit Twin 的老板 Eason 那个推荐的，那个哎、欸、那个小辣椒小辣椒，来哎冠军，那个Eason叫我喝这个，干燥汁，你们会喝吗？我不会，好吧，再见。哎呀，你会喝吗？我限水，限水，没有在喝水。哎呦，你多少？我今天喝200而已，就没再喝。也还有600，也差不多了。但是我还会留，万一意思是体体内还有一点的水分。嗯。但是我觉得 OK 了，今天蛮疯的，加油。不算，今天看起来可以了。心中的第一名。可以，没有。等一下说，我真的。不行，要拿下第一名。对。而且他今天不在。没有。没有，我会拿出我法宝的。可恶，好甜哦。多一点，再来多一点，5个给我，来，好，来再3个，那么多一点，对，跟没尖角一样，来，再一个，给我，What's up? Where is he? 在哪里？好帅哦！红茶开始到现在。我真的是从来没有看过他是这么准备这么完美，那真的很棒。对于选手来讲的话，他的准备程度已经是到专业的样子。You can do it. Total respect. Hard work pays off. Love you. You got it, baby. 抽筋，完了，哎、欸，现在动手我都抽筋呢，还是我老了，不会抽筋吗？医生不会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一个人都没有抽筋？哎、欸，会抽筋的人有吗？好想找朋友。
前六名决赛选手的名单。137号，140号，148号，176号。每次都一样，每次都 call out。 还好啦 Tony 能也一起参加。然后贺少翔呢，他就是这个最要念你，对，念你吗？对，最爆晚就是他要什么一年要参加。可以的。我不懂哎，不懂。因为你刚刚其实一出来，你第一次 call out 就很多前三，但是我要就是呢，秉持运动家精神，跟好的选手心态呢，就是我们永远尊重裁判，对，永远尊重裁判。那我们就是留下一个很好的回忆跟比赛经验，嗯，对啊，我而且你做了很棒的努力啊，谢谢，我其实这次蛮开心的了，刚才是不一样，比完赛阿秀，你知道吗？我有感觉，对我刚刚才开始说，哦，开心的，超开心，开心的，没关系，转发一次，我想说，因为这次我说真的100%的准备好，就是尽量那个两个礼拜我能做的全部都做了，知道，对啊，OK 了。接下来我们练腿，然后准备年底。对，年底应该还是要去了。好了，我现在已经讲了。好了，就去嘛，就去嘛，答应了，年底见。然后我们同一组，看是要我过磅的时候我降一点，或许我会降，还是你降一点。对啊，我们就可以一起。OK OK， 可以了，这次还好了。OK 了，背了，我背要再加强一点点。不会，你背完全没有输。对，没有输。奇怪，这次真的，这次上一次我还找得到原因，这次有点找不到原因。找不到原因。对啊，这但那更强啊，那加强就好了，肩膀跟胸加强就好。相信观众的朋友们看到我的改变，所以现在呢，就是电视前的还有电脑前面打拳板的犹豫的朋友们，不用找结果就做吧，我不会放弃的，只是成功的过程。下次见。太帅了，走吧。